民主的过程一路行来，甲村长上下伙啊，拢看甲真清楚。早前选举买票，这拢是国民党的专利，包括着选举场啊、演讲场啊，需要肥包做诱因啊，游览车载来载去，冷气安尼吹吹到偌冷，迄是国民党的专利。苏东时的民进党，只要若有政见发表，或者是说明会，百姓拢会自动自发啦，共同去参与，共同去了解，去听，亲耳听，听民主的先进安怎讲，听民主的先进安怎分析，咱拢会自动追随，煞来搁出钱出力，要将这个党甲杀起哩。无党拼甲组党，组党拼甲做总统，咱迄个感觉就是已有容颜啊。两千年阿扁啊做总统，咱会出来共点啊，不管是庙口、点仔头、树啊脚，咱拢有烧麦粉啊。咱会知影两任做无头尔，吼、哦，迄钱食甲安尼歪哥起错，安尼衰咧，咱会感觉真见笑。落尾手啊，政权轮替，换国民党替做，所以国民党阁做到歪哥起错。你若像行政院啊，秘书长林益世啊，迄钱坐到偌济咧，摕金桶烧掉美金哦，迄个钱摕藏咧水池啊。迄个钱摕便所底化骨，甲冲冲掉。落尾手，咱将所有的期待、未来希望寄托伫苏东坡在野党党主席蔡英文的身上，集所有台湾侪侪选票，在着2016年，甲杀起咧做中华民国的总统。咱嘛期待所有转型正义啊！会当在着蔡英文、苏东坡要在野党的当中，伊所有的政见，包括伊关心台湾人的健康福利，咱听甲心肝内啊，偌爽嘞，偌温暖嘞。殊不知，2016年自从蔡英文担任中华民国总统了后，甲咱的期待完全是背道而驰。愈行愈远啊，愈离愈开啊，看袂落去啊！两年外前，村长主动要去甲管东部退党啊，我诶，甲恁这做伙，连伊煞去互恁划着，受到苏东坡管东部主任委员黄建才，包括执行长啊、杨贤啊，甲咱讲句，哎，村长，你爱踮在民进党内中，你敢讲话？将民进党毋对的，你拢爱讲出来，看伊会当改过自新无？回头是干呐？莫比国民党早前贪污、抢钱迄种现象，搁较过头啊！哦，你爱留落来，你爱留落来。殊不知即几工啊，接到中评委的，甲咱开除党籍，想到早前村长加入民进党。嘛召集乡亲六七十个加入这个为台湾百姓伫拍拼的民进党，会感觉真光荣。啊，即嘛去予民进党开除党籍啊，搁感觉较高兴，搁较欢喜，总算脱离开这个天顶伫飞，飞行机嘛食。土卡会行，食到倒卡，有毛食到脏水，无毛食到臭腿啊！这个腐败的政党会当脱离开民进党哦，讲起来哦，心肝头感觉非常的温暖，佫欢喜。早都爱离开啊，是伊甲咱绑着的，真正有影唔好，唉。